江苏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李玲玉。我是吴碧霞。陈思思。段傲娟。普京。我是丽娜依高。龚琳娜。陆柯然。我是孟佳。我是陈毅。我是早安。祝大家幸福安康，兔年喜事多，兔年喜事多，福气多，好运多多多。二月五日正月十五晚，我在2023江苏卫视元宵晚会和你一起共度华彩元宵夜。祝大家元宵喜乐，福运满满，2023一起加油。